沉默的小吉。欢迎我们的会员挚爱陈烟，感谢张墩墩多喝热水。欢迎大家回家啊，朋友们，期待期待。感谢北冕座，谢谢北冕座的新年祈福神灯。新的一年大家都有什么愿望呀？大家在新的一年都会有什么愿望呢？晚上好，感谢大家的粉丝灯牌，发财，没毛病。希望大家新的一年都能够心想事成，财源滚滚。想要我的签名照，哇，这是你的2023愿望吗？希望天天听到我的古筝，好，我努力。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健康平安快乐幸福，最大的愿望就是走的路上都能发财，这么幽默啊。如此之幽默，家人们都这么幽默。来，我们给大家发了一个福袋，大家可以一起左上角领取我们的福袋。晚上好，晚上好，大家晚上好。感谢沉默，谢谢沉默的小吉，欢迎大家回家。昨天我看了我们每天这个观看人数，我们第100名都是全程看播状态。我们直播间有好多朋友，大家都每天默默的一直在直播间陪伴和支持。可能大家不一定在直播间会发表什么言论，但是大家都一直默默的守在直播间，是吧？谢谢，感谢小万岁花开了慢，欢迎小万岁，欢迎蜜糖，谢谢蜜糖续费了我们的阅读会员。终于等到我了，我又何尝不是呢？我也在等着大家呀。好，那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到直播间的朋友，方便帮我们点赞的，可以一起双击屏幕帮我们点点赞，帮我们一起点点赞了，家人们。我们准备开始我们今天的古筝演奏，感谢沉默的小吉，谢谢你送来的心花怒放，谢谢谢谢。好，那首先还是我们的开场曲送给大家，一首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大家喜欢。
一首优美的《梁祝》之《化蝶》送给大家，送给我们直播间所有的朋友。感谢小万岁的花开浪漫，谢谢北冕座的小星星雨，感谢香菊园，欢迎香菊园回家。谢谢我们榜上所有的朋友啊，感谢沉默的小吉，谢谢雪花，感谢大家的支持。那刚刚我们大家说了很多的我们的新年愿望，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在兔年，那我也在这里默默地为大家祈祷，为大家祝福，好不好？一首为你祈祷送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愿望成真，心想事成，兔年大吉哦。 OK， 刚刚那首叫做《梁祝》。
快节奏的一首歌曲，大家可以一起跟着音乐的节奏，我们点点赞哦。领到福袋的朋友可以在公屏打一波一。感谢香卷的红包。公屏上我们可以打一波掌声。接下来呢是一首非常优美的歌曲，经典老歌《梦里水乡》送给大家。
送给大家。感谢五月腊梅，谢谢香巨人，感谢迟亮，谢谢我们直播间每位朋友的支持。大家一边听取一边双击屏幕帮我们点点赞哦。目前我们已经40万赞了，感谢大家，谢谢钟，感谢钟的花开烂漫。谢谢雪花，感谢天书，谢谢小万岁，感谢香纪元，谢谢沉默的小吉，感谢北冕座，谢谢晨曦微霜，感谢钟，谢谢少爷等等所有的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古筝音乐分享交流直播间。觉得好听的话，大家可以左上角一起点点关注。哇，时间来到了我们的10点钟，大家可以方便的话一起送出手中的人气票，助力我们的人气榜。接下来的这首同样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大家一起把这首歌的歌名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感谢奔牛牛，谢谢小万岁，谢谢大家的人气票支持，感谢老九，谢谢昨夜星辰。
谢谢，感谢木本暖暖小手，谢谢我们网上所有朋友的支持，感谢天书，谢谢，欢迎新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所有的朋友，大家喜欢古筝音乐左上角一起点点关注，感谢浪子大叔，谢谢申大叔，感谢红塔山等等所有朋友的支持。刚刚这首歌曲叫做《涛声依旧》，依然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希望大家喜欢。大家听到这个熟悉的旋律，是不是都会忍不住哼唱出来？有没有忍不住哼唱起来的朋友？感谢仿佛，没有点关注的朋友，我们左上角一起点点关注。哇，我们人气榜已经第四名了，谢谢大家。接下来这首歌曲《醉西楼》送给大家。
首《醉西楼》送给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醉呢？好听好听，感谢天书，谢谢雪花，谢谢小万岁，感谢钟，谢谢沉默的小吉，感谢五月腊梅，谢谢少爷，感谢北冕座，谢谢木本茶园，感谢晨曦微露等等所有的朋友，欢迎我们直播间新来的每位朋友，欢迎大家回家。刚刚这首歌曲叫做《醉西楼》，送给大家。那接下来的一首作品呢，叫做《家乡的月亮》。马上就要过大年了，我们直播间有没有仍然，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回家的游子，在外地过年的？那听着这首《家乡的月亮》，让我们一起思念我们的故乡。送给大家，送给我们直播间所有的朋友，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大家的点赞，也谢谢所有朋友送来的人气票的支持和助力我们的人气榜，谢谢大家辛苦了。再次谢谢我们榜上所有的朋友，感谢若晨，谢谢，感谢团长的守护之心。再次谢谢我们直播间每位朋友的支持和助力，感谢我们榜上的家人们，辛苦了辛苦了，大家一起帮我们继续收集我们的人气票，目前我们是人气榜的已经是第四名了，谢谢大家的支持和助力，感谢大家，我们一起加油，一起加油。
支持和助力，感谢大家。那我们接下来继续送给大家好听的古筝音乐，大家如果喜欢的话，记得左上角一起点点关注。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秋高气爽。
再次谢谢我们网上所有的朋友，感谢大家的支持。这是要来自海拉莫老师的歌曲，大家有没有听过呢？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听过的朋友一起在公屏上打一波好评。大家刚刚有没有打出我们的暗号？我们的老粉朋友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暗号是不是？好，接下来我们送给大家一首
等你送给大家，谢谢大家的掌声点赞。就像大家一样风雨无阻，一直在默默的支持陪伴守护着我们的直播间，谢谢大家辛苦了朋友们，感谢大家的人气票，谢谢大家的掌声，再次感谢我们榜上所有的朋友，感谢若晨，谢谢雪花，感谢艾伯特，谢谢小万岁，谢谢沉默的小吉，感谢五月腊梅，谢谢没完没了，感谢少爷，谢谢北冕座，感谢梦辰等等所有朋友的支持，感谢大家辛苦了辛苦了，谢谢没完没了，谢谢你送来的爱的转圈圈，感谢大家的掌声和点赞，我们一边听曲一边帮我们一起继续冲一波赞好不好。小星星雨，谢谢，感谢梦辰的新年起步灯，感谢大家的掌声和点赞，再次欢迎我们直播间所有新来的朋友，大家晚上好。感谢我们直播间每一位朋友，注意我们的人气榜，目前我们是人气榜的第5名，
谢谢大家的支持和助力，我们这个小时的人气榜还有最后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可以在11点之前一起送出人气票，助力我们的人气榜啦。目前我们是第五名，咱已经68.7万人气值了，那我们距离第二名也只差10万人气值，大家可以一起送出人气票，一起助力我们的人气榜，谢谢大家。接下来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渡红尘》。晚上好。
谢谢大家的人资料支持，感谢大家的点赞，我们目前点赞已经马上就要突破100万了，谢谢大家。然后我们大家也帮我们助力了74万的人气值，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助力，我们一起继续送出手中的人气票，争取保住我们今天的红色粉丝牌。一首《渡红尘》，希望大家喜欢。感谢蜜糖，谢谢蜜糖，感谢石头，谢谢所有朋友送来的人气票支持和助力。好听，觉得好听的朋友一起公屏上我们打一波好听。接下来一首《阿依莫》送给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
听好听。阿姨悠悠，大家都已经开始唱上了，是不是？哇，目前我们人气榜已经第四名了。谢谢，感谢我们直播间所有朋友支持和助力我们的人气榜，谢谢大家，辛苦了朋友们。对，大家可以一起先在我们的粉丝群里完成一下我们免费人气票的助力任务，然后呢大家就可以一起送出我们手中免费的人气票，一起助力我们的人气榜。感谢大家，辛苦了辛苦了朋友们。对，我们大家一起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好不好？打付费的免费的来不及了。谢谢飞龙在天啊。对，现在我们免费票确实收集起来会比之前要难一些，因为需要大家在直播间我们的看播时间够60分钟，就是1小时，大家才可以获得我们完全免费的我们每天的免费的看播的票，所以大家非常的辛苦，谢谢大家。好，我们继续送给大家好听的古筝音乐，大家可以一起双击屏幕帮我们一起点点赞。接下来我们送给大家一首《万水千山纵横》。还差1分钟，加油。
首来自天龙八部的一首主题曲，大家有没有听过天龙八部之虚竹传奇？哦，原来是虚竹的一首主题音乐，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所有朋友的点赞，也欢迎我们直播间新来的每一位朋友，大家晚上好。万水千山中横，几句风急如帆，六脉神剑，披肩能逃风雷，饮下双杯雪盏，独闯。那接下来呢，我们送给大家一首，同样是一首啊，振奋鼓舞人心的作品《玉出峨眉》，送给大家。
如果方便助力我们人气榜的朋友，大家都可以一人送出一张人气票，也可以太震撼了。对，这首是比较振奋人心的一首作品。现在目前我们的助力人数是1505位家人朋友，大家可不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助力人数我们再向上冲一冲，厉害厉害。哪首包青天？你说包青天哪首？只要有你吗？是不是只要有你？谢谢大家满票送出，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助力，再次谢谢我们直播间每位朋友，我们榜上的家人们，谢谢大家。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一首人气票加油神曲送给大家，感谢点点点，谢谢你的比心。家人们一起公屏上我们打出加油两个字，一起为我们的人气榜加油支持和助力。激烈啊，不是那么激烈，没关系，大家一起，我们
最后的时间58分的时候，大家可以一起清空我们手中的人气票，但我们千万不能大意，千万不能大意，小心被这个最后1分钟偷塔，小心小心小心。58分的时候，大家可以进行清空一下手中的人气票。首作品，我们继续送给大家好听的古筝音乐，大家可以一起，我们打在公屏上拿下。感谢肉尘的万象烟花，谢谢，谢谢肉尘的万象烟花鱼。再次谢谢我们榜上所有的朋友，感谢肉尘，谢谢南苑，感谢艾伯特。谢谢桀骜不驯，谢谢桀骜不驯的浮兔，谢谢浮兔迎春，感谢雪花，谢谢小万岁，感谢沉默的小吉，谢谢梦辰，
感谢少爷，谢谢非你莫属等等所有的朋友。那接下来呢，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我们直播间的专属作品，叫做《东方印象》。粉丝灯牌的成员了，感谢梦辰，谢谢少爷，感谢浮想阳光，谢谢快乐相望。那我们公屏上大家可以一起感谢一波，好不好？谢谢大家啊！再次欢迎我们直播间所有新来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可以一起艾特打一波感谢，谢谢小万岁的16级粉丝灯牌支持和守护。
谢谢海洋小生的保时捷，再次谢谢我们网上所有家人朋友的支持。那我们接下来一首《繁星大动》送给大家。小万岁，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哎呀，好久不见呢，好久不见。高端举来了。高端举，也就希望不要拉低你们的 GDP 就好了。没事，一级嘛。是的啊，我们就撒一啊，打个五分钟呢。好，可以啊，来个五分钟吧，十分钟是有点长了。嗯，好的，那就谁发一下？我这没有五分钟，我这有。好，好了，等一会儿见啊。OK， 一会儿见。好的，拜拜，拜拜，拜拜。今天的人气票，看看。
首《繁星大动》送给大家，这首歌曲非常的有爆发力啊，很有力量的一首歌曲，希望大家喜欢。谢谢小万岁的薰衣草庄园，谢谢感谢蛮哥，谢谢蛮哥的大老虎，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直播间每位朋友的支持，感谢大家的点赞。那家人们，我们可以一起众筹，我们一起提高一下我们的助力人数，好不好？目前我们是210位家人朋友已经支持和助力了我们的，谢谢大家，辛苦了辛苦了。对，大家可以一起继续，我们送出手中所有的小星星，刚刚抢到红包红包福袋的朋友，大家都可以一人一颗小星星，一起支持和助力，提高我们的助力人数啦。我们还有最后的一分半的时间，谢谢我们直播间每位朋友的支持，谢谢我们榜山的家人们，再次感谢大家，谢谢蛮哥，感谢小万岁，谢谢南苑，感谢快乐相望，谢谢一路向阳，感谢子安，谢谢青云，感谢平心，谢谢谢谢，感谢杨阔等等所有的朋友，谢谢大家，感谢蛮哥的苗包，谢谢大家一起抢到红包的，我们公屏上一起替他打一波感谢。好，一分钟的时间，民族的也是世界的，那是必须的，那是必须的。谢谢大家的支持，感谢大家。目前我们280家人朋友已经支持和助力了，我们一起，大家一起，团结就是力量，好不好？感谢艾伯特，谢谢谢谢艾伯特的烟花。哎，好，这个好像不是灿烂烟花，好像是一个新礼物。谢谢艾伯特。最后半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一起帮我们守一下榜，弹得好听，感谢夸奖。好棒呀，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大家的掌声和点赞，谢谢为你守候，感谢为你守候。最后一秒钟的时间了，哇，我们一起加油！谢谢，感谢蛮哥，谢谢蛮哥的小小鱼，这是什么礼物？我又不知道名字了。感谢蛮哥的支持，感谢大家，谢谢我们直播间每一位朋友，感谢大家的助力，谢谢蛮哥，感谢艾伯特，谢谢小万岁，感谢南苑，谢谢翔山吉水，感谢快乐相望，谢谢为你守候，感谢平心，谢谢一路向阳。感谢子安等等所有的朋友，感谢家人们鲤鱼跃龙门，谢谢谢谢，也祝愿大家新年快乐，兔年大吉。感谢我们草原狼哥，感谢我们纯金的弟弟，感谢美国精灵，感谢四五九啊，感谢张哥，感谢许师傅，感谢小生同学，感谢吉祥平安，感谢安安啊，震动啊，是这样子，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辛苦了，回来了，真的每一次这样的时候，真的。非常的感动，就并不是因为是音浪的问题，就感觉到大家的这种守护下，美儿真的再一次感受到家人们对我的关爱，真的非常的感谢，谢谢，美儿老师，辛苦了，破费。是的，也是我的心声。说说我们就是啊，说说我们的心声，心声，辛苦了，辛苦了，谢谢。等一下，我开个麦哈，直播间的家人们，家人们都听到了吧？啊，是我们的，我的心。Hello，Hello，Hello。哎呀，我们刚刚我们三个都在说你那个最后说出了我们的心声，真的是的，对啊啊，听到了，总结发言，我们的心情。嗯，对，哎，谢谢大家的支持。书城依然这么猛啊，真的没有没有没有，大家他都这么没怎么输过，你知道吗？小小也是，你们都是没有没有没有，你看我这次这不是垫底了吗？我第一次见第一次见小小啊，是吗？哪第一名？嗯，哦，他唱的可。对对对，好久没见了，丹丹老师，我们也好久没见了。没，小小你是意外，没有没有没有，这是常态常态，没有谁会一直赢，但是我觉得跟你们一起同框，然后有这个才艺局，我们家人都特别开心。重点是这个，是的，我们的比较质量高的一个确实大红包。那我第四名，我就先来给大家来一首我很喜欢的歌哈，就送给我们三边的朋友们一首《光亮》。好，谢谢，掌声。
台上一阵风吹起，大雨涌上陆地，疾风带走沙粒，四季冷暖的交替，多鲜活的生命，有枯萎的痕迹，是奔跑中突然袭来的风雨，是黑暗中一根火柴燃烧的光明，也许你猜不透未知的宿命，像流星飞向着它却不知目的，可是爱我却却愿意相信，最渺小最柔弱最柔软最无畏的你，用尽了全力努力的回忆，在无边在无尽在无绝，总有一线生机，还是唱完整的，好，我唱一半吧。不过他后面有那个戏曲，我等会回去再唱。你唱，这个随着自己啊、就唱不动的人就唱一半。我是唱不动了，我就唱一半。真好听。哎呀，那我还是我，那我把后面唱一下，我怕耽误大家太多的时间。什么声音？这是光亮周深的一首歌，天籁声音。谢谢各位优秀的朋友们，你看长得也像小仙儿一样。对，我的耳机里一直在循环这个音效，真的好有那个氛围，是吧？我就放了一个那个环绕的在里面。啊呀，真好，好听。
哎，专业人士就讲究的不一样，就这种细节，你知道吗？对。然后，哎，你们直播间有没有人老说你们啊，混响关了吗？为什么没有混响啊？我说你们是在澡堂唱歌吗？这是。有没有我专业歌手？他们是就是非常非常干净的那种嗓音，他是突出的嗓音，不是混响，朋友们。对，来吧。好，那该我了，我唱一首。本来我也想唱一首流行歌曲，但是小小唱的太好听了，我都没法唱。我唱一首太客气了，你真的，你太谦虚了，是的，传说送给你们，大家都非常的优秀。谢谢。好。风从草原走过，吹散多少传说，留下的只有你的故事，杯酒和奶茶酿陈留歌。马背上的家园，因为你而辽阔，
厉害厉害。哎呀，好听好听，还是很有每次听美人姐，谢谢美人姐，这样呜的一下子，我也好激动，真的，就把我心里面想呕的那个声音呕出来了，就很容易激动，你知道吗？就听到这样的天籁的声音，一个接一个的，你说能不激动吗？对。那个我唱一个，因为刚才我们家一位大哥点了一首九儿哈，这好久没唱了，这个歌有个故事，待会儿给大家讲给大家听，特别逗。一首九儿送给你们，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嗯，感谢 No No 小 No No。 身边的那片田野，手边的早花香，高粱收来红满田野，九儿我送送远方，
真的，怎么可能的事情？哇、哎，好震撼呀、啊！好好听啊！来喊一声，喊一声，这个时候一定要喊一下，真的，好厉害呀、啊！真的好震撼、哎、太有张力了。我怕我刚才说，哎，怎么这个词儿不对呀、啊？怎么老是送你去远方？这不对，不不，送去远方，然后赶紧把它改过来。谢谢大家，谢谢实力派，对的，辛苦了，美儿老师，太好，感谢我月哥哥，力量感太棒，对。真的非常棒，哎呀好久没唱了、哎、这个张老师你刚刚不是说有故事要讲啊是不是有一次这个一个商演，因为你们也知道我这不是我的风格的歌啊，然后、嗯、那个我的经纪人就很那个什么的，他知道我不愿意唱这样的歌，因为不是我的风格的歌，然后他就问梅儿姐有人让你唱那个九儿，我说不会，他说给钱的，给钱的啊，我会我会，我说你太穷是给的太多了立马就是不想拒绝一个他说是商演的哦，我会我会，我立马去学然后就这么对我跟九儿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渊源啊，就这样学上的这首歌、嗯、真的很好听，对，没想到就都用上了，就这么没想到这么多朋友们都喜欢这首歌，这个肯定直播间必点的，就是基本上很多人都会想听这种歌。对对对，继续来来来吧，我们有请我们卓书成的精彩节目。好，送给大家一首《玄鸟》，送给大家。
爆发力了，我特别喜欢这种爆发力的，好有爆发力的那个味道，也有张力。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夸奖。他们都说是谁拉的这个这么高端的才艺局，真的要多连这种，他们都很享受，真的。粉丝们都谢谢谢谢啊，真的谢谢闹闹，谢谢我们的闹闹，我特别喜欢这种高端。嗯，对对对，感谢大家的支持，感谢感谢大家。我们也有机会经常的可以给大家展示展示这样的高端才艺局。好的，高端才艺局，我们也相互的去给我们的朋友们都点点关注啊，以后常玩，点点关注。各位朋友，各位朋友，这样我占用你们的几秒钟的时间，我宣传一下我的一首歌曲，就是马上零点钟就要发布了。嗯，叫袁斐的大言，是我们最近电视剧那个《三体》的插曲。等会零点要就要发布了，哦、希望你们能够去喜欢。嗯，期待期待。十二点之后我们去搜，到了零点我们就去搜。对，好的，你让你们家那个管理员哈。到我们三家来把那个字幕打一下，是什么歌歌名歌名什么的，好吧，对对对、啊、好好，我们相互的去宣传一下啊。好的好的，加油加油加油，新年拜拜，大家兔年大吉，新年快乐，新年还在听我，拜拜拜拜拜拜，谢谢风风，感谢我们的风风，谢谢，感谢我们直播间所有的朋友，感谢大家的支持，感谢我们榜上的家人们。刚刚这首《玄鸟》已经深入人心了，是不是？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再次感谢我们榜上所有的朋友，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助力，感谢蛮哥，谢谢南苑，感谢艾伯特，谢谢小万岁，感谢雪花，谢谢梦辰，感谢快乐相望，谢谢少爷，感谢拂晓阳光，谢谢昨夜星辰等等所有的朋友，谢谢大家的支持和助力，感谢大家，辛苦了辛苦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送给大家好听的歌曲，好不好？大家如果有喜欢的歌曲，也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然后我们再次祝我们小万岁十六级粉丝牌生日快乐！祝小万岁生日快乐了呢？怎么给？十六级，感谢你的十六级粉丝牌支持！再次谢谢我们榜上所有的朋友，谢谢大家。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换个调，送给大家，继续送给大家好听的歌曲。对，刚刚这首叫做《玄鸟》，是的。大家还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啊？新曲送给大家，好不好？送给我们直播间所有支持的家人们，叫做感谢蛮哥的幸福列车，谢谢，感谢蛮哥，这首作品叫做如川河的流水般。
一首《如春河的流水般》送给大家。谢谢大家的掌声，感谢所有朋友的点赞。谢谢我们直播间每位朋友的支持和助力，感谢大家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大家左上角一起点点关注，黄色爱心，一起加入我们的粉丝团。感谢默许，谢谢默许的万象烟花。好，那接下来呢，我们送给大家一首《白马》。
录音下来，现在赶紧补上。今天好像没有提醒大家哈，咱这以后得成一个习惯，就一边听曲，哎，手就到时候大家就条件反射了。我们没直播的时候，大家听点音乐也会这样。太逗了，谢谢大家的掌声，感谢南苑的红包雨，我们家人们一起公屏上一起感谢一下南苑的红包雨好不好。继续嗨，大家还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几个号都来点，没问题。我们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我这两天淘了两首新曲儿送给大家。
对，你可以把那个蛋曾老师的新歌的名字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可以飘屏，大家可以一起关注一下，关注一下蛋曾老师新歌发行。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大家的点赞，谢谢小恩爱店长，谢谢送来的定制跑车。心情好，都连都可以。我们大家一起集体帮我们助力一下我们的点赞，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大家。Hello， 女神。Hello，Hello， 佳佳。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我们可不可以今天再来一个点赞？榜十加的总榜的那种是吗？榜十加总榜，可以，可以。我确定好，我可能会拉低你，但是我会尽量的，我会尽力的。哦，我们家也是，我们家也是，咱们就是努力努力就好，好不好 ？OK， 那我棒，行，我怕站不住。那我去弄个十分钟连你女神，要不然的话时间不够。嗯，好，行，好的好的，嗯，马上来哈。好的，就掌声和点赞。最后的时间我们冲一冲赞好不好，咱现在今天176，嗯，稍微有一点费劲哈，今天是不是因为随便站着把人数凑齐。嗨，好，那我们一会儿见女生。好的好的，佳佳，好，那我们先闭麦了。好，家人们，我休息一下，我们这个有点休息一下，大家可以一起帮忙助力的，可以一起助力一下我们的直播间，谢谢大家，辛苦啦。刚刚这首作品你们觉得好听吗？大家觉得好不好听？特别好听，非常好听。至少休养一个月。你是来听古筝的，欢迎你来听古筝。那你可以明天早一点来啊，我们前面的时候一直都是在弹琴的状态，你可以早一点来。早一点来可以听琴。来，家人们，我们可以一起帮忙占榜的，大家可以一起帮我们占一下我们的榜，然后还有点赞的朋友，因为我们现在是马上12点了。马上12点了，大家可能第二轮赞，下一轮赞就会来。所以大家能点赞的朋友，我们帮忙点点赞，然后能够占榜的朋友，大家可以一起帮忙占个榜。
感谢昵称，谢谢昵称续费了我们的月度会员，感谢小金鱼，谢谢小金鱼的小星星雨，感谢小万岁，谢谢小万岁的保时捷，也加入我们可以保时捷站榜好不好，我看看他们对面，感谢默许的万象烟花，哦，他们已经定位已经占满了，家人们，我们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一起可以帮忙的我们搭把手好不好，谢谢小万岁，感谢默许，我们现在可以算两个，我们已经有两位朋友占榜了，然后大家可以这个我们可以用飞机，大家可以用飞机我们一起占榜，谢谢大家的支持，感谢艾伯特，谢谢艾伯特糊涂团圆，感谢艾伯特，谢谢蜜糖，感谢蜜糖的璀璨舞台，谢谢蜜糖，我怎么感觉感谢谜一样，谢谢谜一样的保时捷，感谢谜一样，谢谢谢谢，我们还差五位朋友，家人们你有没有五位朋友一起来支持和助力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感谢清风明月，谢谢清风明月的抖音号，感谢清风明月，谢谢南苑的薰衣草庄园，感谢南苑，谢谢没完没了的直升飞机，谢谢没完没了，哎，家人们，我们已经七位家人朋友已经占榜了，还差三位朋友，还差三位朋友，大家一起可以帮我们一起占榜的朋友，我们一起占个榜好不好，谢谢，感谢花火，我们还有五分半的时间，我可以加加他们家啊，是什么情况，他们目前六位，咱们七位，咱们稍微领先一丢丢，我们还差两位朋友，大家可以一起帮忙的来，可以一起助力一下我们这一把，大家记得点赞啊，我们点赞不要停，一丢丢，对，一丢丢，谢谢，感谢清风明月，谢谢清风明月，感谢青云，谢谢青云的支持，谢谢青云，欢迎白狼，还有四分钟的时间，还差两位朋友，我看看啊，还差两位，只差一位了，只差一位了，朋友们，我们现在大家基本上是我们的宝石，他们的也是保时捷，我们也。我们还有一位朋友，能不能可以一起来助力一下我们的保时捷占榜，谢谢大家的点赞，这样吧，哎，我怎么找不到飞机啊，我怎么找不到飞机呢，谢感谢了我的嘉年华，感谢了我的嘉年华，谢谢，哇，我们榜上已经占满了，谢谢大家，辛苦了辛苦了，谢谢我们榜上所有的朋友，感谢大家的支持，感谢落黄的嘉年华，谢谢落黄，谢谢我们榜上所有的家人朋友们，谢谢我们直播间每一位家人朋友的点赞，目前我们是188万赞，还有三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不可以冲一下我们的200万赞？200万赞，家人们，200万赞，一起加油！感谢洛哥前来救场，我们害怕今天有点人不太够。再次谢谢我们榜上所有的朋友，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助力，谢谢，感谢洛，谢谢洛黄，感谢清风明月，谢谢艾伯特，感谢南苑，谢谢没完没了。谢谢小万岁，感谢默许，谢谢快乐相望，本场贡献第六名是我自己，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那个号，然后随后可能有一些那个试镜什么的，因为我那个号还没有满1000粉丝，所以有的时候有点就没有办法用电脑直播，所以大家可以给我们这个买几啊，看看大家可以点点关注，谢谢我们所有朋友的支持，我们还有两分钟的时间，目前是第麦十三这个号，大家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好不好，
麦十三，我的英文名，我的英文名，我的英文名，大家给我的英文名这个点点关注，谢谢大家的支持，再次感谢我们直播间每位朋友，谢谢我们榜上的家人们。目前我们可能还需要稍微补一点票，可能大家有条件的话可以一起帮我们往上补一点。谢谢蛮哥，谢谢蛮哥的浪漫马浪漫列车，感谢蛮哥，谢谢蛮哥也赶来救场，谢谢大家，辛苦了辛苦了，再次感谢我们榜上所有的朋友。对，我们是榜十，目前我们站齐了，谢谢艾伯特，感谢艾伯特，谢艾伯特的雪中佳人，谢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助力。目前我们的第十名是默许，我们是两千值，他们是1200值，我们可能最后大家补到3000我们会保险一点，大家如果方便的话，我们几位家人们朋友们可以帮忙补补票，谢谢大家，辛苦了辛苦了。哎，我今天怎么感觉确实有点累，今天工作一天确实有点累，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最后的一分钟大家可以点赞的再帮我们点点赞，然后我们是榜十总榜加点赞，我们目前点赞192万，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向200万再努力一下，感谢大家，辛苦了辛苦了。谢谢南苑，感谢南苑的薰衣草庄园，谢谢南苑，结束就下播休息，好的好的，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谢谢。哇，他们已经补到，他们可能也是朝3000啊，我们后面的两位家人朋友如果方便的话，三位家人朋友如果方便的话可以一起帮忙补补票，感谢没完没了，谢谢小万岁，感谢默许，如果不方便的话我们可能还需要大家一起集体支持和助力一下，好不好？我们的榜十比的是第十位家人朋友的助力值，再次感谢大家，辛苦了辛苦了，感谢蛮哥，谢谢蛮哥，鲤鱼跃龙门，感谢蛮哥，谢谢小万岁的花开浪漫，谢谢小万岁。啊，我看一下，完了，我们榜十好像，我们榜十差一点，差一点，他们榜十是3999，啊，我们榜十差一点，但是我们总榜和点赞应该是拿下了，大家可以一起帮我们再助力一下我们的200万赞吗？谢谢大家，辛苦了，辛苦了。再次感谢我们榜上所有的朋友们，感谢家人朋友的支持和助力，感谢蛮哥，谢谢诺，感谢洛黄，感谢艾伯特，谢谢清风明月，感谢南苑，谢谢我自己，感谢没完没了，谢谢小万岁，感谢默许，谢谢大家的支持。Hello， 佳佳，拼尽了全力，拼尽了全力，这确实你们这很厉害，这个榜十，对，谢谢谢谢，再次感谢所有朋友的支持。我自己的我的小号都站出来了，还是不，我经常我经常，对，我经常不够，经常，谢谢，我经常打榜十，谢谢，需要开自己的小号，开自己的小号，但是这回是他们开的小号，我就不用开了。哦，明白明白，辛苦了，再次感谢我们所有朋友的支持，谢谢。那我们可以来一个小段才艺展示，好不好？好，女神想听什么都可以，选一个拿手的就行。嗯，行。那我就来一个，我什么戈壁掌拿手，给我整，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唱一个，你想听粤语的还是国语的，女生？嗯，都可以啊，我们听一首粤语的吧，粤语更好听。行行行行，嗯，我差点就唱了那个国语的，行，那我找个粤语的给你唱哈。好嘞，国语也可以的啊，就我觉得粤语很好听。讲不出再见我给你唱过吗？嗯，好像没有啊，那我唱一下。好，嗯，我有点不确定了国语歌等会儿我们 PK 结束都有的，每天晚上都有的，等会儿唱，送给女神，谢谢谢谢佳佳。是对是错我也好，不必笑了，是怨是爱也好，不需计较，何时更重要，
比两心的需要，柔情蜜意怎么可缺少？是进是退也好，有若狂潮；是痛是爱也好，不需发表。曾为你愿意，我梦想都不要。流言至此三至百回笑，这段情如是浪漫与美妙，离别最是喜不少。我最不忍看你背向我转面，要走一刻千不必主动眷恋，浮沉浪似阴潮，哪会没有思念？你我伤心到讲不出再见。送给女神，好听啊，好听，佳佳。谢谢，真的很好听，你唱粤语歌有一种独特的一种味道，真的。因为我那个啥，唱歌有时候没感情，唱国语平淡一点。谢谢，感谢女神家的洛哥的月半星辰。谢谢，感谢洛哥。那佳佳，我今天稍微有点累，我下次再给你弹琴好不好？我们下次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稍微有点累，我可能弹不太动了。我们就没问题，没问题，下次再见，好不好？我上了两节课，我也觉得手抽筋。啊，你上了，已经上古筝课了是吗？上过两节课，对，啊、也是练的时候手疼。感觉怎么样？其实古筝其实还是蛮好上手，感觉不知道坚持到哪天。加油，你可以的，争取我们之后有机会听佳佳弹一曲，好不好？好，行，好，有生之年应该可以。有生之年，我有生之年。好，行，那佳佳，我们今天就，先这样，我们下次再见。好，女神你好好休息，没问题。好，谢谢佳佳，佳佳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女神，感谢女神，感谢。好，那我们先撤啦，拜拜，拜拜，拜拜。啊，家人们，我今天好像状态有点不太好。谢谢大家在直播间里一直陪伴和支持。就很抱歉，然后不应该把这种不好的状态展示给大家。我今天觉得我可以，但是确实弹这么久，主要是白天工作了一天，可能就会有一点疲惫。啊，大家最近也一定，我们要注意身体，好不好？注意身体。然后也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一直在我们直播间一直陪伴，一直助力我们的直播间，辛苦了，辛苦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给我们的200万赞。欢迎订阅。谢谢大家的200万赞，感谢大家今天再一次齐心协力帮我们拿下了我们的红色粉丝牌。说话小声一点，谢谢大家，辛苦了，辛苦了。然后谢谢我们网上所有朋友的支持和助力，再次感谢大家一整晚的陪伴，谢谢每一位家人朋友们，谢谢大家给我们直播间这么多好看的画面，谢谢大家一起来支持和助力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辛苦了，谢谢艾伯特，感谢洛，谢谢小万岁，谢谢清风明月，感谢默许，谢谢雪花，感谢快乐相望，谢谢蜜糖，感谢少爷，谢谢昵称，感谢青云，谢谢拂晓阳光，谢谢平心，感谢谢谢，谢谢管理，谢谢为你守候，感谢自然中平凡，谢谢真海，感谢申大树，谢谢浩瀚，感谢用户902，谢谢迟亮，感谢幻影，谢谢子安，感谢西征，谢谢乐桃，谢谢乐桃，哎，感谢白马星风，谢谢易若之云天，感谢行者，谢谢偏迁，感谢 MAO， 感谢小金鱼，谢谢顺其自然，感谢凉凉等等所有的朋友，谢谢大家的支持和助力，辛苦了，辛苦了，家人们。
我这个我也要早点休息，大家也要早点休息，保重身体，好不好？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准备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啦！祝大家睡个好觉，做个好梦，明天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哦！谢谢，感谢洛的支持，拜拜，晚安。一起看夜。